我哪里懂？你问我。啊，可以回家先嘛？那我回家先咯。哇，你住爱弄嘞？你以为你隔壁啊？不要贫穷。这样也可以的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你跟我讲说。你要去哪里？几点去？冲啊！你呢 ？Excuse me， 几点去？我们以后的，慢慢慢。妈，哎，今天我们直接去那边聊的嘞。可以啊。这个明天不去了吧？对啊，他们要回。